It's okay, it's okay to sometimes give yourself a break. It's okay, it's okay. You know it's more than the negative all day. It's okay, it's okay to lose the comforts of all the way. It's okay, it's okay. If occasion means what do you say? Respect my decision.
tell me. I've never been treated that way. Say hello again, your friend. Who I do is social human. My head a show, fashion to me like everything. Gaze in my eyes.今天看到这个全世界都没有的花圃，当你的背景唱歌，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好美！我那时候在车上等的时候，我就一直看着窗外，觉得好久没有看到这样子一片。然后有那个树叫什么名字啊？不知道，对那是没有研究。我知道那是巴黎铁塔了。对。对，就是那我很喜欢那个树尖尖的那个形状，然后还有、那个、对，有点秋天的 feel 哈。对，还有紫色的那个花。还有白色的。好，这边呢会一路展出3到6个月，所以下次如果你轻装出巡的话，你可以过来拍拍照，会蛮好的。所以恭喜你，所有这个桃园的人，你好幸福，这么漂亮一个花海，多多拍照。然后这边听说生育补助是最多的，生育补助，所以里面很多小孩怎么样？所以这是幸福台湾人独有的事情。那据说你明天跟蔡明有新歌要上了，对不对？对，3月14号，明天晚上，然后大家可以听一下我跟明伦的新歌，叫做《牵着你的手》。这首歌是牵着我的手，是你写的还是蔡明写的？应该是说他那时候先给我传 demo， 然后我就修修改改这样子。我都喜欢就是把大家写的东西，然后倒过来倒过去，然后说加这个东西。但是你本来就是一个很强的滤镜啊，你知道在剪片的时候，你滤镜一摆过去，变成那个风格了，就什么歌被你一唱完，就被你的滤镜盖过去一样。谢谢。这是一个非常独特，而且刚刚讲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在台湾的歌曲历史上还没有像你这样歌手謝謝，是独一无二的，谢谢，所以谢谢你今天我们的压轴嘉宾，谢谢。那这样子好了，我们这个大家来拍一个合照好不好？好吧，好不好？我们到摇滚区来拍一个合照，然后这张让 Dennis 也跟这坏特一起拍一个合照，跟大家留念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大家举起你双手的靠过来好不好？当我们一起来拍一个合照好不好？尤其是在摇滚区的你 ，Come on， 我们一起拍个合照，这张照片将会非常热闹，好不好？这边光又这么美 ，OK， 坏特你站这边，好好。我们先拍一张只有坏特，然后丹尼斯晚点加入，好，好不好？好，大家靠近一点，比个耶哦，耶、yeah ！1、2、3，耶！那1、2、3，耶！好，让丹尼斯一起合照一张，好不好？很难得跟大家合照。谢谢。然后你跟坏特，坏特这张照片可以摆在你的 IG 上吗？好啊。
所以大家可以抓下来，你就你看多兴奋，跟坏特合照哎。谢谢。那坏特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可以分享一下吗？我现在新的计划就是多出去玩，多找灵感，多写歌。那现在就是国内旅行为主了哈。对啊，对啊，看我黑了一圈。不会啦，我们谢谢这个台湾的抗疫英雄。帮我们整个 hold 住整个疫情，所以再给抗疫一个热情的掌声。谢谢你们，谢谢。如果你没当歌星的话，你应该也在前线帮忙，对不对？我应该就在医院。你一样的，你先唱歌，让大家心情很好。这个谢谢抗疫英雄也是很重要的。谢谢抗疫英雄。那下首歌我们在这边唱好不好？好啊。可以吗？我们近距离的听快乐唱歌，多幸福啊！多幸福啊！好，掌声欢迎快乐。接下来这首歌是台语歌，其实 它的意思叫做绕啊绕。那时候是我在学校的时候，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生活有点单调，我就觉得我好像是小老鼠在那个笼子里绕啊绕，于是我就写了这首 Say 啊 Say 送给你们。谢谢怀特，谢谢期待你的新歌，明天上线要听哦。谢谢怀特，谢谢，谢谢怀特，谢谢。再次谢谢每一位来参加2020绿色生活悠游节，这边再次谢谢每位参加你这九天，不管你是绕过来拍照或者过来吃东西，谢谢你来，因为你的打卡，因为你的 FB 的分享，才知道桃园是个这么幸福的地方，这么好棒。